Hello， 我叫刘子静，我来自中国哈尔滨。我之前是在深圳读的一年的女王预科，然后在开学之前，在 INTO QUB 读了4周的语言预备课程之后呢，我就顺利的进入了女王大学金融专业来就读。 经过了3年的大学生活，今天呢，我终于毕业了，心里真的是非常激动和兴奋，但是同时呢，又多了许多的感悟，觉得3年呢一晃而过，但是自己却在这个曾经陌生的城市中成长了不少，把这里逐渐从一个陌生的城市变成了自己另一个故乡。 我觉着呢，在这3年之中呢，我不但学会了相应的知识，金融方面的各种技能。 同时呢，又培养了很强的独立性、自主性，同时呢，对我的未来也有了一定的规划。我觉着这才是在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笔财富。